斜竖折，顿一下，向右上方斜行笔又重到轻，这个竖画变成短撇，中间竖起笔要粗，然后向下垂直又重到轻。点，撇，向左下方又粗到细。这个笔画要向左下方伸出去长一点。这个字形以斜趋势，斜而不倒。经先斜中间这个点，再斜长横。长横要稍微细一点，由轻到重。竖画向右下方斜行笔，再向左下方斜行笔。横与横的间距基本相等，竖钩在中间，要短一点，向下垂直。勾出去，两点在中间的位置靠上，这些宽窄形成对比，间距基本相等。它点跟竖对齐，划。这些草字头的两个竖画要高低有变化，横左低右高，向右上方斜行笔，这个往右下方斜。右边的竖要起比较高一点。可以粗，上宽下窄，横。两个人嘴往中间靠，离这中间这个竖画要近一点，这个横要长一点，要稍微细一点。间距均等，竖画在中间，可以用悬针竖，也可以用垂钩竖。把笔慢提起来，垂直向下，下面空间大，上面空间小，上紧下松，这宽度。提，不要写太粗，横细，顿一下。微微向左下方斜的，这两个粗细要对比。这个点由轻到重，横钩不要写太宽。过来，下面的月字要窄。勾上去，高低错位，里面两个横，短横，尽量往上面靠，使其这个间距要小，基本相等。下面的间距要大，显出上紧下松。右边这个曲，竖画向中间斜，这两个竖画都是往中间斜的，也就是一个向左下方，一个向右下方。倒梯形，上宽下窄。横。注意不要写的太高，间距要小。这个横要托住上方，要长，中间收腰，对，宽窄间距基本相等。这个空间稍微大一点，因为它有两点，对，竖一竖的间距。